你先拿着。为什么？等一下一起给啊。叫你拿着，你就先拿着啊。我这一张票。什么？嘘，先小声点。只有一张票，我们怎么进去啊？放心啦，自己人这么多，他哪里会注意到我们？小姐您好，你的位置在看台的，我们马上请从这边进场。喂，先生，你没有票，没有票，进场啊。我票刚不是给你的吗？ 你不是说我在看台左前方吗？没有啊，这是这位小姐的票啊，你没有票，没有办法进场哦。快点好不好？快点，后面很多人，你快点。你只有一张票，为什么不早说？我怕我说了你就不来啦。那现在来了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一样进不去？谁说的呢？票在这，给你，你进去看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不要，票是你买的，你进去。 这票本来就是买给你的啊，快啦，赶快进去看，要开场了，再不进去就来不及了。什么时候不下？偏偏这时候来凑热闹。喂，你要进来啊？我们要关门哦。等一下，阿勋，你快进去啦，快来不及了。我不看了。 哎呦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外面现在已经满座了，还有一堆想买站票进来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我是你生命中的贵人呢，真的是，要不是我花了大把的钱去宣传，就会有今天这样的效果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哎呦，你干嘛？干嘛？外面好几万人在等你，你问我干嘛？我大少爷。 真的这么有魅力吗？Listen to me， 今天非常的感谢各位工作人员给我们的帮忙，谢谢各位。那最重要的是，今天我们 Leo 他的演唱会表现的真是非常的 perfect。Yeah. 不要说他的 fans 疯狂，连我看了我都觉得 crazy for you。来，现在来，我们先拿一杯酒哈，记住我们演唱会成功。<笑> 阿勋，我在后台认识你是有看到他，真的，走，跟我走，走。你有看到你来在这里吗？你到底有没有看到他？哎，你像迷宫一样，他刚刚真的在这里啊。谢谢。Hello， 你还记得我们吗？我们是童话牧场的啊。啊，哎呀，真是谢谢你们哈、啊。
你们自己花钱买票来听演唱会啊、哦？哎呀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捧场哈！拜拜拜拜。哎，你们还有什么事吗？他想见丽友了。哎呦，每天那么多人要见丽友，那他哪应付得来呀、啊？真是。拜托拜托，你就通融一下嘛，拜托啦！真的，你别拜托嘛！哎呀，干嘛呀？你当我是摇摇兵啊？摇什么呀？妹妹妹啊，我跟你讲，丽友啊，她开演唱会很耗体力，很累的，你让她休息一下，不然这样好了，好不好？你们下次带多点人哈、啊，买票来听她的演唱会，你们就可以见到丽友了，好不好？拜托你跟她说，我叫阿勋，我是她的小学同学。哎呦，我还她高中老师呢。真的，我真的是她的小学同学。哎呦，妹妹，真的，不要再用这一招了。她真的是她的小学同学。哎，我不相信，你们真的不要再烦我了，好，拜托了，你就让她见她一面了。你们拜托嘛，你就让她见她一面嘛。Michael，Michael， 你干嘛？你是门神，贴在墙壁上不会动的。把人家放进来，出事怎么办？带出去！两位不好意思，请外面请。快点带出去！拜托，请你相信我，你有看到这个，他就一定知道了。拜托你，拜托。好。你一定要告诉他，我在面等他，不见不散哦。你一定要告诉他哦。这什么玩意儿嘛？这什么年代了，还能不见不散？不要跟他了，我们自己会走了。不要跟他了，我们自己会走了。啊，你快点走吧。不说话。Nice master, just guys。反正啊，你都应该习惯了，赶快去换个衣服吧哈。我们等会儿就走了，哎。刚刚写的曲子不见了，不要急嘛，慢慢找，慢慢找吧。一定是掉在后台，我要回去拿。哎呦，不要了啦，一首曲子嘛，又不是什么，曲子再写就有啦。现在现场庆功宴那么多人等你，不要回去，不要回去。那首曲子对我很重要，我要回去拿。哎呀，你不去，我自己去。停车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不要翻了！哎呦，你干嘛呢？好恶心啊你！哎呦，丽友，不要翻了啦！送给你，这是薰衣草。丽友啊，你在看什么呀？这瓶子，嗯，这瓶子怎么会在这里的？嗨，还不是就是那个迷恋你的女歌迷呀、啊，自称什么阿勋的，真受不了。那个女孩子呢？她都说什么？哎呦，还不跟一般歌迷一样吗？说要跟你见一面，然后跟你说什么不见不散，哎呦，恶心死了。之间像是两条最紧密相连的平行线，却有着最大的距离。守着黑夜的阳光，难过却假装坚强，等待的日子里，你比我勇敢。记忆是阵阵花香，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。你的温柔哦，您是新跑这一线的哈，对，一下就拜托你。
好，我叫 Peter。请问你演唱会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未来的那个发展重心会在日本吗？要怎么继续呢？应该会在日本吧。哎，来来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谢谢。听说有主持节目想要找你谈，你谈有没有确定啊？都还没有。会演戏吗？会啊，会演，会演。安静，别冲着我叫丽友哈，我不像丽友哈，要找丽友的到里面去做排队哈，他忙起来。小声一点。叶哥你好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没有见过啊。您报纸还没倒啊？哎呀，跟你开玩笑的了，看你那个样子。好，请进。你干嘛给他签名？你要签名稿啊？李友，帮忙看这边。李友，李友，这个要拍照了，多少张？现在是要接着拍要拍是吗？对对对。哎，妹妹啊，你怎么饮料端了也不给人家啊？啊，这些记者跟小姐妹会口渴的。来来来来，你看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人哦。你要死了！你是干什么啊你？有聋有瞎的，叫你也没听到，你眼睛没看到我，你搞这医生名牌怎么办？对不起就算了，一句对不起就算了，你知道这值多少钱了？对不起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梁以勋。很抱歉，你别生气。我不生气，要是你不生气吗？去叫老板来。对不起，真的很。去叫你们老板来啊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看弄了我一身，你要叫怎么办？你们是故意的，我是故意的啊！怎么现在做这事都会承认的？你们怎么样？哎，是我被泼到，你问他有没有怎么样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大不了对不起就是，蛮凶什么凶？干嘛对一个女孩子这么凶啊？你是什么态度？梁以勋。风没有方向的吹来，雨也跟着悲伤起来。有人能告诉我，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？风伴着花谢了又开。雨，你记得他了？演唱会那天，我陪阿勋去看你，为了见你一面，阿勋在雨中不知道等了多久。才明白，你抱着紫色的梦，顺着。男生看到我了，应该满足了吧？那你想签名还是拍照？季晴川，倒是你们报上谁那个疯狂歌迷？他就疯狂歌迷。来，谁跟我帮歌迷拍张相？六，他就是你的初恋情人吗？你们认为呢？约定 ？You win things for real, do you? Yeah, of course. 当我女朋友好处很多，除了房子、车子 ，or maybe you can get my credit card too. 如果你问的是这个，那我并不意外。他那么讨厌我，他怎么会是我初恋情人呢？啊，没事，各位大记者，没事，今天的事情我会当他没发生过，好不好？哈，来，大家尽情的吃，尽情的喝，哈。